爷爷买的那个肉不能吃，我们就没煮了，杀了个鸡。好听，还来听？啊，结束先换。你这什么质量啊？不是我干呀。你说这鸡真好吃。我干呀，干好干了，就是。先把黄小干就好了哈。上次不是说杀鸡吗？今天终于杀了。哎，给黄了。今天终于杀了，上次没抓到。不是，爷爷就买了4块钱斤的肉，不是那种娘子肉，吃不得。好不？哎呀，奶奶。奶奶去那送猪肉。我知道。去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。好不好？给个面子。太饿了。你不吃就是不给我的面子。他煮了很久才吃，我是很久吃不动。所以说我叫那个高一哥啊呀，你不饿？饿了哪里不就吃得动？那夜晚你们得换了高一哥的饿。你们嘞？得换了高一哥的饿哈。你们小菜我啊，管啊。哎，没听那个虫啊。我这。没有空调。你们小师傅在这嘞。你们小妹。他没有钱。省点钱，这个意思都没有，没有钱呢、啊，谁不想买好的吃嘛？他没有钱，慧姐东西没有。两个人不要吵架哦。上次我来了之后，你们俩吵架没有？没有，不吵了。不吵了。没有了。这么听话的？没有理吵了。没有理吵了。你给他装一个摄像头，他们没一天不吵架的。没有一天不吵架。你要给他装一个摄像头就可以了，就知道了吵不吵架。他们说你吵架了。那鸡巴鸡嘞，没，我不是公鸡，家鸡。那真是的啊。这是母鸡的。哦，师傅帮你干了，就要的，我干就不要。不要那啥。赶紧干。是，我也去了。行了，别讲了，那个睡觉。不听是不？好了，不要吵，这边都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哇，来钱还真不知道，因为我每次来我们都是带着肉来的，没见过他买过肉。这次来我们看他全是那种杀猪肉，闻到没有？爷爷身上多身材哈，他身上十几岁了，十五哈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嗯，阿莫，回家，回家，走了，回家，不要放着。你吃，妈妈嚼。嚼不到。那个跑的时候。妈妈磨嘛。妈妈嚼，那空心菜也嚼不到。以后你自己搞一个炖了啊。啊。晚上你就熬高压锅炖一下。你给你奶奶炖一下，懂了没有？把高压锅放那个高压锅里炖一下，压个20分钟就可以了。你要三天你不吃猪，你不加多吃一点。我杀了鸡，我要多吃一点啊！哦，我去叫打我吧。啊！要不要打我？我叫你吃的时候，我打你干嘛呢？我不吃，你打不打我嘛？我自己来打的，我自己来打呀！啊，俺说，你再进你会吃，不需要打。你直播间不要吵架啊，不管是我的粉丝了吗，在我直播间吵架我连两个都给你们请出去哈，不要在我这里吵好不好，不要吵好不好，咱都是一个大家庭好不好，相知相爱，不要打架，欢迎芬芳姐姐好不好。人要相互的尊重好不好，你们在这里吵架都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，你不给我面子我给你们两个面子，谁的面子我都不给，还有一起吧。我是想要换水，所以说你要试。满装还是换满装？如果你煮饭了，煮干些就好吃。换了风干。
这个面都往最干的地方。不是的，阿姨，不是。阿姨，我哈。不是我爸妈。要不是今天煮干，烧个。等一下。我们拍个视频，让爷爷奶奶自己介绍一下吧。好吧。我就喜欢吃干饭。我喜欢吃面饭。那这我还是三伯呢。欢迎龙哥。下去。嗯。我不想努力了，我想吃面饭。我不想吃饭。人家给你订在家看看。小弟把奶奶花生寄到新疆来，寄不了啊。那黄各方的锅还是三伯去拿。因为我没卖货。你们老汉吃那么干？哎。可以啊。他们这里花生也不多。但我们正常是能卖得掉。你要去干活，哪有去死活那么干？俺来姐姐，那不是要煮两个？来，那都是这个。我去死的呀。嗯。那我告诉他了。需要去干活。阿姨，你喝酒。哎，去哪？你喝。去帮他喊的。哦，里面穿了衣服的哈。哎。哦，里面穿了衣服。要搁辣椒，有辣就行，不辣也不行。哦，确实。哥呀，那个姐姐，你是真不把我当人看啊，小芳姐姐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是真不把我当人看、啊。我在河边去干活，去喊啦。善良的人，为什么我说你不把我当人看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没有挂小黄车，你还让我在这引导我去买货给你寄东西，到时候我直播间被封了找谁嘛？是不是？我以前那么累了，我还要给你们去寄东西，寄了你一个，直播间绝对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到时候我就成了一个专门给你们寄东西的人，是不是？能理解我这句话意思吗？其实哪里都有花生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我身上都有花生，多我这些。不是说钱的问题，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给你寄，姐姐懂了没有？因为不能打破这种先例，懂了吗？因为给你寄了不给他寄，我又得罪他；给他寄了他又得罪他，而且我私下转账，抖音是会查的。到时候我花疯了谁负责？你能负得起责吗？是不是？懂意思没有？不是说你那点钱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很多你们不了解里面的东西，啊，你不喝酒，喝酒就别最好，他不喝呀，喝酒的也容易干活，不过我进了油了，哦，不是那。那就不剩了，好不好？自己搞的。我没有小房子呀，我目前没有小房子。张庆，可以啊？隔壁叶杀的还新鲜。啊？可以。嗯？都可以啊。那说明确实你那卖的叶就做得好吃。是给你个面子，你还气头。对。啊，所以这理解好不好？等我真哪天卖货了，有一天我会卖货的话，你们来买。你煮的不好吃。还行。可以。妈姐，妈妈。去哪？你家里行。有房嘞。好。好啊。我喝酒，我不来去那个房。嗯。我也不去了，爷爷奶奶。是哪个地方？可以啊。吃饱了，姐姐也吃饱了是吧？有水，还没那个水呢。奶奶，我们是来打水的。你们今天煮够了？哎，直播的镜头是带货，带货也要带好货和坏货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小弟，下来我家吃番薯叶子，好的。没给钱包子点关注，点关注。爷，你可记一点，不记点啊？哦。我当个选手才干到一年。
搞不懂，现在忙还是你过去去翻查一下。反正炒了几天天啊，奶奶。炒了一天。炒了一天，就赚了120块。嗯。第二天怎么没得炒了？没有。就没人炒了。那个是啊，那个人家要坐车，你们要坐车去。哦，要骑自行车很远，要自己坐车去是吧？嗯。现在就插烟机了。嗯。老板都买了插烟机了。都买了插烟机了，也做不了工了哈。奶奶，反。